来嘛。怎么了？没有用，屁用没有。我今天肯定过不了了，我已经猜到结局了。我都2年半了，我拿什么出现？过不了，过不了，过不了，明年再说。只要你保持信心，出现还是很有希望的。毕竟这才是预选赛。你就别安慰我了。我什么斤两我不知道吗？我没那水平，没那实力。我就觉得你行。你别搞打鸡血那一套了，没有用。如果我说你比同龄时期的小白龙要强上几分呢？你亏不亏心呢？来，你帮我摆盘棋，我说怎么摆你就怎么摆。摆什么呀？不摆。摆。先把座子摆好。白棋6只17挂角，黑棋1箭低加，白棋跳，黑棋8只15，白飞下，黑3只12，白跳下，黑靠出。这是我第一次给你摆小白龙的棋，知黑的便是他，你看看。那白棋呢？清朝的另外一位绝世高手。你快别扯了。这黑棋是他知的，这小白龙挺差强人意的呀。那是因为在不知不觉中你已经提高了很多的棋力，不是因为他们差，而是你已经强到可以看出小白龙的漏洞了。真的？我怎么觉得你骗我呢？这黑棋感觉跟我的棋风有点相似啊。同一个师傅教的能不像吗？的意思是说，我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拥有了很高的棋力，只是我不知道。正是。啊，原来如此！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不是怕你骄傲？你早让我骄傲骄傲，我也不至于沦落到这般田地吧？哎呀，那现在你还怕阿福吗？丢丢，没关系，我还有办法。你先睡，明天一早。告诉你，信你一回啊！哎，这比赛都过去10分钟了，你让我冷静的方式，不会是让我弃权明年再来吧？既然是关键时刻，就得拿出点破釜沉舟的气质，索性。你就迟到个一刻钟，这一来可以避开徐俊朗，二来可以等你完全冷静放松之后再开始对局。我不冷静吗？我非常冷静啊。来，与我一同采集天地之灵气。第一式，张开双臂。你干嘛呢？张开双臂。太蠢了，别人又看不见你，我不弄这个。张开双臂，伸长脖子，与我一同吸呼，再吸。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有没有放松一些和冷静一些？好像还真有点儿。时光。啊。听好了，现在我们一起去征服预选赛。